据港媒吴孟达上月27日因肝癌离世，3月7日在世界殡仪馆设灵。达格儿子吴伟伦2点左右已抵灵堂答辩，达格好友田启文亦早已抵达协助安顿。达哥有过2段婚姻，于1996年娶大马小姐侯山燕，婚姻一直已经。达哥家人下午向传媒发悼文，未有提及达哥死因或遗愿。以达哥的座右铭，人最重要就是要开心，安慰影迷。悼文形容达哥是影视泰斗，享誉影视界，又以黄金配角形容达哥，感谢大众一直以来的慰问。悼文中又指，以往曾有报道提及达哥的经济、家庭状况等不实指控，但达哥为人豁达，对流言蜚语没有上心。悼文中又透露，明日遗体火化之后，家人将会带骨灰返回大马，正式为达哥的演艺人生画上句号。家人希望达哥的敬业乐业精神可做后辈榜样。